我告訴你，大家放心，我就做好準備，我為大家，所以我們的同事水王呢就已經是要駕車了，我不肯五丁兩丁招，他大連排到我十批度攞貨先。為什麼呢？屌你，我第六次跟大家講，屌你老母，我渴望已久，大家期待已久，屌你老母，基本上是聖水。有些人叫我千祈不要這麼講，喂，只有這次是聖水，武漢肺炎 No way OK 嗱，聽日我會開售，大家不用排隊，我有四百支，當然四百支我相信大家都會排隊的，我有限售的玩 OK、喂，這支東西真的厲害，這支東西好了，我 OK 即是我都盡做了，是不是、有聖水了，大家可以不是，這不是，即是 我已經覺得就是我都咁啊，首先咧，要咁講咧，口罩唔使咁咩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大家而家見唔見到我手上面呢支就係當日賣到200蚊，大家好期待。我而家就唔叫做噴噴啦，叫做聖水。嗱，呢一隻同我哋之前買開嗰只七十秒嗰只唔同啊，呢一次係我哋出咗只95秒。點解咧？因為咧，100秒就上到飛機啦，其實100秒都得，但係佢又驚驚地，所以時時出只95秒。而且最重要嘅就係、寫得清清楚楚，容量95ml。嗱，呢一支就係果酸嘅噴噴 ，OK， 聖水啊，記住呢、這個名叫聖水。點解聖水呢？佢本身我哋已經知道佢好誇張嘅，但係我哋仲因為我賣咗過萬支出街，啲 feedback 咧日日翻嚟揾。嗱嗰陣時呢一支咁嘅嘢係賣到200蚊，咁出邊賣400-500蚊嗰啲我唔好理啦，我就不嬲啦，咁貴嚟就貴賣，平嚟就平賣。咁而家呢支嘢咧就賣68蚊。68蚊嗱，冇貨噶出邊，我得400支嘅啫。呢支嘢有咩好處呢？第一，因為佢係食得落肚嘅，所以其實可以直接噴喉嚨。而呢一個咧，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好處啦。因為直接噴喉嚨嘅話，如果用翻六神丸，係萬金油嗰個邏輯咧，我覺得如果大家真係一個唔好彩中咗武漢肺炎嘅話咧，只要你早五晚都向個喉嚨啊、口腔度噴下咧，佢其實分分鐘都有救喎。因為其實個細菌係好弱嘅啫，喺高温底下嗰個情況，佢就會死嘅啦。你細菌係唔會直接落個肺噶嘛。咁呢個係最直接，我認為呢隻嘢 OK 啦。咁佢可以消毒殺菌啦。譬如你話要好珍重嘅口罩，其實唔使嘅。嗱，如果有話買開 EA mask 嘅朋友就用 EA mask 啦。如果冇 EA mask 嘅朋友，又或者你想戴住 EA mask 噴咧，用呢支嘢噴一噴個口罩，一個鐘頭都唔使嘅。其實所有細菌殺曬，底面都要噴。咁呢個口罩可以 reuse， 其實我哋好多朋友得一兩口罩就可以頂到而家，就靠呢個 EA mask 或者呢個噴噴啦。第三點解話叫做聖水呢？牙痛、智慧齒、灰甲，講難聽啲，女性下體發炎，男人痔瘡，佢全部都得。嗱，呢啲唔係佢做呢一隻水嘅時候諗住要有咁嘅效果，但係因為佢天然果酸係殺菌力好強。嗱，呢一個就係日本仔嘅技術啦。而且佢係食物添加劑，你可以噴入口。最有用係乜嘢？就係、出街食飯。我咧其實就係永遠帶住一支嘅，就係、喺出街食飯啊嘛。我日日都噴下啲碗碟，因為你好過用滾水淥，滾水淥未必淥得死啊。啲水又唔係咁熱，暖暖地咁樣，屌你茶餐廳咁點搞啫？噴一噴佢，所以呢支嘢咧，我可以咁講係無敵嘅。大家即係買過嘅朋友，即係嚟問就知啦。未買嘅朋友咧。我哋會擺上網嘅，但係擺上網，我好恐怕其實我400支係唔夠賣嘅，咁可能係要過多10-8日後去先去 stable， 因為佢一有貨通常就俾我立咗先㗎啦，大家都知道啦。咁啊，聽日我哋正式開售，頭先嚟咗啦，頭先啲朋友喺度眼超超話：，俾你哥呢支係咪好似係？不過我唔賣，你咁撚串，我係咁撚串㗎嘛，係嘛？擺明喺你面前養我，而家仲要突雞屎嘅 ，OK？ 而且只係68蚊啫，好啦，所以你又唔使驚嘅，600蚊真係抵嘅。好啦，唔係啊，呢啲咧，我要同你講啊。我有好多藝人朋友，我唔可以開名啦。我已經講過好多次，佢哋唔係一盒盒買，一盒就10支，佢哋係一箱箱買嘅，一箱係16盒，即係160支，一買就10箱8箱啊，千幾支咁買。點解啊？因為人哋個 crew 譬如做演唱會啊、巡迴啊，就係 EA mask 同佢咯。阿 Kevin 問可唔可以 pick 呢個閪臭喎？應該得㗎，因為任何嘢都係菌㗎嘛。香港腳直接噴咯。濕疹都噴得㗎，好撚堅嘅比那，屌你全部都得㗎，男人啲比那差唔多10個。我上次個老友記話噴咩添咯，噴呢個雞眼啊，都得嘛。然後揾嗰個膠布黐咯。話俾你聽啊，最直接，大家唔好學，係危險，但係係得嘅。你出去玩噴下個女仔嗰度。
又噴下自己嗰度。嗯。喂，係咪好多樂趣啊？套你都唔敢戴啦，仆街。